哇，好丰富嘅圣诞大餐！咦，大家觉唔觉得呢一位狐狸先生熟口熟面呢？ It's all about fantastic. You really are fantastic. I try. Fantastic Mr. Fox. This lightning bolt. This fence might be a helix. 冇错啦，今个圣诞 Element 以电影狐狸先生冇得顶做主题，重现圣诞地下 party 嘅经典情节。他们还请来了著名的法籍黏土艺术家 Alexander Blue 制作这一台多款极具代表性的食物，好像有布满星形图案的苹果、游戏苹果酒等，象征度非常高啊。每到踏半和踏正十二的时候，就会奏起一分半的圣诞预演，圣诞树后的背景还有可爱的变化运动，是不是很惊喜呢？如果你是英国文学家 Roald Dahl 的 fans， 这样这个圣诞阅读小屋就啱晒你了。除了有 Fantastic Mr. Fox 之外，还有多本 Roald Dahl 的经典小说任君选择，而四周还有狐狸先生冇得顶、动画拍摄的人偶模型、概念雕塑等收藏品可以给大家欣赏。另外场内还有两部 AR 扩增实景的机器，给客人免费地拍摄短片和相，狐狸先生的家人和朋友就会出现在画面里面。之后还可以 scan 下个 QR code download 条片的。